我们先生智谋过人，定有破局良策，恳请先生助我，保命自然要散财，把他们散散，应该成平。前有伏兵，后无退路，你觉得跑得掉吗？要不是听你的，我们直接走到绝境吧。不，可以有别人指，但命。 必须自己争。西决发文说：“尽休戚与共，我不留下让你分心，却也绝不做孤鸾。”